多伦多楼市展望主题赞助 CoinCore 斜屏嘉德 King's Landing 即将君临天下，其他赞助恒生地产 William Chan 地产威廉，环腾地产团队 Nick Zhang 服务环球地产，精英置业冯山，你的置业好靠山，647-981-3689 My Condo Pro Work with the Pro Century 21 Mark Lee Remax Excel 易兆地产 Broker of Record Joseph Wong 地产明星萧家俊。对于买房自住的买家来说，现在是不是一个入市的最佳时机？而对于卖家来说，是不是一个劣势呢？大家好，我是何子乐，欢迎收看多伦多楼市展望。其实市场环境在每一个周期来说都是一个双刃剑啊。这方面只是老实说哈，如果你是买家的时候，任何时间也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，因为房价虽然上上下下还是会继续往上涨的机会比较多，那你现在根据现在的释放的话，卖家市场是已经过去了，买家会有更多的选择，然后利率未来短期内还是会继续上涨，那如果你现在不买的话，那可能你之后比如说下个月再买，那你的银行利率也会涨了，然后万一楼市真的往回调上去的时候，那卖家放卖的房源也会没有这么多，那你选择又少了，那这样子作为买家的话永远是抓紧现在的时间去买。